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几场真真吧，这几场真真啊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视角啊。那么在开始录像之前的话，先回答一个问题啊，昨天有人在优酷底下问这个小乔天香谈教授的时候，教授到底拿不拿牌啊？那么这里看一下教授石北的描述是这样的，锁定技，当你受到伤害后，若此伤害是你本回合第一次受到伤害，注意这个地方，则你回复一点体力啊。所以如果天香弹的时候第一次受到伤害是先掉血，那么先掉血之后掉了一点体力，已损失一点体力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天香可以发动，然后再发动十倍回复一点体力。所以这里的话按照技能点描述，天香弹教授是可以拿一张牌，可以拿一张牌，但是我不知道实测的行不行啊。所以这里啊，就是先解答一下这个，因为昨天优酷回复了半天啊，回复不上去，那我也很无奈啊，那就口头描述一下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场的话，我们主攻主视角曹丕啊，我们这个最近的话玩曹丕还是比较多的啊，曹丕主视角上来的话，起手杀闪南蛮啊，具备无中生有，南蛮先炸一锅。炸一锅鱼之后啊，打一波平血线，然后这边的话八位老诸葛，我们起手开盲狙，因为毕竟八位老诸葛在这边的话偏反贼一点，他毕竟是控你手牌啊，控叛逆牌的，所以在这里啊一般来说啊反贼概率更高啊。那么树大爷这里的话玩反贼，我们放逐肯定直接翻你啊，活最难受，想九杀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，哪能让你九杀到？那么哑巴在那边的话，这个有可能也偏反啊，因为放逐场他的举剑是可以送翻面的，所以在这里的话，他这个跟满虫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然，你考虑他举剑回血的话，也可以跟主攻打配合，因为毕竟给完之后继续玩一个类似男女阵的啊，这是，但是他这个。比男女阵差一点啊，比男女阵差一点所以这里的话他刚才直接跳反之后呢，这边又树霸也又不翻命啊，这个打得就烂了。那么这边大嘴开颅我们就控场。那么这里翻八位，因为离点的话毕竟偏忠诚一点，大嘴这里偏内奸一点啊，全都去死吧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直接出一闪啊，那你翻面也不太好卖啊，这个已经有娘反在这边，老诸葛也偏反一点，内奸在这儿，这三个人偏中一点啊，貂蝉的话不是离魂貂偏反啊，不是离魂貂偏反。那么华佗在这里看他处理处谁咯啊，那这肯定是忠诚啊，这肯定是忠诚。病入膏肓，虚下猛药，圣乃可捐。那么圣乃可捐，看看李典的身份啊，那这里的话应该是忠诚啊，这里应该是忠诚啊。那么这一局整体而言呢，将面应该来说基本明朗，万箭齐鲁，莫再提起前尘往事，莫再提起。那么这个地方你无懈打我们，我们求之不得，李典也求之不得，送放除非华佗那边有急救，怎么都不怕死啊，你在想什么？那么那边八卦啊，华佗掉血就掉血，死不了，而且这个地方直接忘戏，来裤裆掏个年弩，杀一刀，嘿嘿，那么年弩来不来啊？年弩来不来？顺手再转羊，无懈又可击啊！那么年弩挂起来，突突突了。那么这里，哎，老诸葛这肯定啊，这下终于啊，看来我们猜的没错。丈夫何居节操，救啊，桃子都救出去啊，再杀你还能救吗？救不动了，四张这个行伤牌，管杀还管埋，再杀一刀，老诸葛你也得跪啊，也得跪啊。这里桃子的话我们就直接啊放那个华佗啊翻面了，这里的话离点就差一个锦衣，那就没有办法，他桃子回血，乐不思蜀还控一控。那我们这里啊，可惜他装了加一，否则的话我们这里可以顺手他的年弩啊来一波的，可惜了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可以杀一刀，
哑巴杀一刀哑巴控一个血，你最后木马装起来，那么给一把刀，给了一把刀，废牌嘛，废牌给刀就可以。而且此时此刻这个刀给出去目的主要是为了给离点啊，给离点。那么过河拆桥，锁锁连环。而且注意啊，离点这么打的话，应该来说偏忠诚啊，大嘴的话偏内奸一点。这边锁锁连环，一个九杀，直接一骚二。那么大嘴你直接跳内奸了，可恶，就差一步了。当然啊，他即使刚才翻面翻回来啊，那也没有用啊，也没有用，也是贵啊。那最后的话，这里啊，这一把应该来说整体非常的迅速啊，非常迅速。那边有刀，直接九火烧啊，一烧二，管杀还管埋啊，管杀还管埋。这里啊，我们的队友神中离点啊，神中离点姿势很对啊，姿势很对。大嘴啊，这个我们见多了啊，这个太多了，这个大嘴啊，然后主攻曹丕去送内奸了，没有必要，你没有必要。像这种场面啊，完全可以看出来，基本对这个反贼的身份有一个判断之后，你就可以盲放逐啊，盲放逐。所以的话，这里啊，虽然这一局的放逐的这个体现点啊，不是那么的。完美啊，其实你不是这局放逐控场并不是太好，因为七八位在那边的话完全被离点直接一波带走，是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曹丕主啊，曹丕主第二局曹丕主的话，我们这边啊骑手这牌有点烂啊，这牌有点烂，可以换掉。那么杀一刀二张，这里的话继续注意加一，尽量不要杀，因为你万一忠诚贴你的话可以直接送放逐，所以加一慎重装。然后杀一刀二张的话，二张啊，曹丕主局二张偏反的，那么苟货这里直接跳一个忠诚，二张的话九杀没能带走，那么找我们驱虎吞狼，那么我们也是如实送驱虎吞狼啊，直接。然而二张的话桃子九啊，就是多，就是人性。那么这里的话，葛优也偏忠诚一点啊，借都督偏反贼啊，偏反贼。那边顺手帅阳往下加顺，挂上闪电。那这里的话，杀的话也不杀狗。这里看似啊，表了一个偏忠诚啊，偏忠诚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葛优肯定是忠诚啊，肯定是忠诚。那么二张不管他身份啊，这两个人摆在这边，直接杀一刀，最后开个 AOE 南蛮入侵。那么放逐的话，这里肯定直接先放借都督啊，这个不用多想的。生生不息，生生不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受。那么这里葛优齐奔跟杰敏还有一群啊配合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二张我以为啊，他这里骂忠臣呢，骂我们盲区的，当时其实心里还是虚了一下的，因为毕竟啊，他这个话头说着，我以为他说怪我们盲区啊，但是然而还是我们赌对了，他就是反贼啊，就是反贼。那这里又是一个反贼啊，又是一个反贼，给我翻过来，给我翻过来啊，给我翻过来。大表哥你不用管他啊，你不翻他，他都自己自首。那么左慈那边的话也直接乐不思蜀，反贼反正打掉一个，这个场面你不用想内奸了，内奸啊，即使啊这个地方啊他跳出来肯定也是跳反的，跳反的，四打三嘛。而且葛优这种神中摆在这边啊，神中，绝对神中啊。那么这里桃子吃一个，桃子再吃一个，最后的话这边啊杀一刀，哎呀，这个结果八卦还没判中，早知道九杀直接上了。那么这里注意啊，我们桃子吃满一个呢，为了苟货到时候劫命，当然他这个主要当时想的是葛优啊，葛优这个地方齐奔，我们卖放逐卖一张比较划算。那么最后没有想着去保忠诚啊，没有想着去保忠诚。那么掉一鞋翻一下大表哥，这里的话黄月英就不用怕他了， SP 月英啊没什么行动能力，直接翻掉。大表哥刚才自首一轮还是有一波小爆发的，小爆发的，所以直接把他行动能力给控制住。那么左大爷那边开五谷，然后纯这个纯酿纯了，直接一个纯。最后的话月英白板技巧啊，白板技巧顺手转牙拿一个加音，你拿呗，我们这里啊再拆距离呗，我们这还有个灌石强弩了，你信不信，是吧。
万静啊，万静，我们继续翻啊，继续翻，表哥翻过来吧，给我翻过来，是吧？这个让你行动不得，让你行动不得。万静，放就放呗，放完那边大表哥还要救左慈啊，还要救左慈。那我们这里直接九鲁的月英啊，九杀弩子对你而言已经没有用了，所以九杀直接带走吧，九杀直接带走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九杀带走月英之后，然后有一波行伤牌，无中生有，管杀还管埋。南蛮的话就不太需要放了。那我们给了一把年弩的话，年弩这里考虑的就是希望啊，苟货这里年弩直接送给葛优，到时候的话让葛优一波带啊，一波带。那么决斗杀一刀啊，那你大表哥就不会了，直接足大表哥内奸啊，内奸，内奸完全这一局就是打的他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啊，直接是大顺风局啊。那么年弩顺利这个成功，那么最后表哥投降了，这一局你就没有办法打了，他完全没有跳的机会啊，手里有闪都投降了，还有南蛮，这个你被翻面了，放逐了，还有什么机会呢？直接跪啊，直接跪。所以这一局忠臣又再次给力，葛优神中啊，所以忠臣一定要选到好的将面啊，好的将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啊，第三局。而且刚才啊那一把，你看啊，借都督也是一直没有行动啊，自从葛优一出手，是吧？后四位完全就控住了，一轮行动都没有啊。左慈被勒，都督被翻面。啊！大表哥自行自首 ，SP 月英直接被我们放逐，四年不动啊，四年不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曹丕主。那么这一局的话，上来可以杀一刀马超啊，杀一刀马超，贴主马超。你即使内奸啊，这里我要提醒一点啊，以前我也经常犯这个错误，贴主选一个借马超，其实是一个大忌啊，大忌。你不管怎样主公都会盲狙你，然后的话你这样何苦呢？你明知道借马超选出来都要被盲狙，你为什么还要选，是吧？所以正位正常的近位马超你还是要稳一点，不要浪选啊。那这样的话曹老板开我们这个 daddy 啊， daddy 在这儿还要莫胖啊，那么我们肯定放逐翻马超。那么远位的老诸葛的话可能还偏忠诚一点，这里又放南啊，果然又是中啊。那么貂蝉远位也偏中啊，也偏中，给我翻过来啊，给我翻过来，两张到这里。当然啊，我们这里选择了翻貂蝉啊，怕的就是到时候他有一把刀，反而是反贼，到时候就直接啊，嗯，怎么来讲呢？两张也不好讲啊，也不好讲。当时这个翻面，这个放逐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啊，不是那么的完美。那这里的话跳反，貂蝉的话被我们两张翻过去啊，两张翻过去，可能啊更加偏内奸一点，可能更加偏内奸。那这一局注意啊，借画陀啊，一般其实你也判断不出，刚才那一把我们看到了一个忠臣借画陀，这一把的话却他确实反贼啊，确实反贼，所以的话有的时候身份呢，借画陀身份啊感觉不是太明显，但是标炮画陀反而有可能啊，就是你的神钟了，就是你的神钟。从善从良，这里的话是一个大反贼，桃子的话可以吃满啊，吃满。那么操老板的话，这里南蛮啊，刚才吸的啊，金熊肯定是稳稳的，再来一波啊，再来一波，你就我就翻面送放逐啊，继续放逐啊，继续放逐。那桃子救呗，救能救几个回合？只有你的权谋，我。自有我们的道义。那么这样的话四反啊，可能那么塔了一个无懈我们就无可奈何了，马超可以动一轮，我们可以先掉一血了，准备掉血，哈哈，这里直接减一年弩火攻弃掉啊，直接弃掉，这是伪装身份啊，玩伪装者。那么玩伪装者的可能还是内奸还是什么呢，我们是看不懂啊，反正就是借马和貂蝉这两个人啊都不是特别明朗。那么张鲁的话反贼开一个桃园，具有向道之心。貂蝉也继续起盘啊，也继续起盘，这里的话就看不懂啊，看不懂。哎呦，老诸葛这里的话要扛不住了，直接离开。
那么曹老板这边桃子还救起啊，救起的话我们这里挂上一个八卦啊，八卦的话这里想送给老诸葛他挡一挡吧，挡一挡。乐不思蜀空一下张鲁，顺手转羊无懈啊，那这样的话这就终于啊，终于表了身份啊，终于表了身份。木马继续流出来 Triple Kill 行不失得天，当然这里的 Triple Kill 也没什么用啊，他到时候米到这个桃园再一改又回去了，然后钟会的话送觉醒，希望貂蝉一波带钟会啊，带着钟会跑，有向道之心。那么这里的话又给了一波啊，杀一刀马超，这样的话钟会顺利觉醒啊，马超还可以一打，还可以一打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哎呦，结果被他们反贼自行吸收啊，自行消化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，发型师移走啊，发型师移走。那么这里的话顺手转羊吧，拿人王啊，这里可以杀啊，可以杀钟会觉醒了，不要怕杀他，不要杀他，怕杀他。那么这边酒掳出去啊，曹老板木马竟然不流动了，不流动了。嗯，主要这里，那这里跳了一个内奸啊，跳了一个内奸。这个时候确实啊，这个地方我打的有点不对啊，有点不对。木马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自己留啊，自己留。那么因为毕竟内奸的话死了就剩娘粉，内奸肯定要跳，肯定要跳。那我们貂蝉终于啊这回又动了，裤裆掏年弩一波钟会走啊，一波钟会走，漂亮，打得漂亮。这忠臣还是非常给力的，非常给力的。那么最后的话这边杀文一刀放逐走起来啊，放逐走起来，送貂蝉翻面。这样的话送到方面啊，下一回合又可以继续打一打张鲁啊，打一打张鲁，杀一刀行善，空鞋啊，空鞋的话你有你的权谋，那么酒我们刚才的话我的道义天下里面是有酒的啊，是有酒的。那么乐不思蜀又是这下的话是double kill 啊， double kill。张鲁又这现在的话不太好打啊，不太好。那么米道这边肯定是控场啊，乐不思蜀必然乐中的，必然乐中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杀一刀，这杀一刀的话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打的不对啊，这个地方打的不对、啊、这个地方不应该杀张鲁啊，这个直接把他那一张一手的牌直接软掉啊，直接软掉。那么现在就希望貂蝉啊能够连弩来个减一，然后掏张鲁的手牌啊，掏张鲁手牌，然后并没有，并没有的话呢，我们这里索性啊翻了一回合面啊，翻了一回合面。那么木马给了一把减一，这个减一的话肯定想留给貂蝉啊，想留给貂蝉。那么继续翻张鲁啊，继续翻张鲁。因为我们这里知道有锦衣塞在里面，那么给貂蝉，然后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本来写的剧本是锦衣塞木马给貂蝉，最后夫君您要替我做主啊，万万没想到貂蝉还自带锦衣，那这样的话张鲁就要可能就要跑路了，就跑路了。哎呀，这个无懈可击打了什么呢，你直接送我放逐翻面呗，是吧，送你翻面不就行了。当然他这里可能考虑的也不太能拿得下老诸葛的，那直接给我们打一血保一血啊，保一血。那最后三打一老诸葛，这样的话应该是基本难打了，基本难打了。将心运动天命难违，这一局刚才点错了，点错了。刚才第三局的话这里的话就搜搜吧，前两局啊还有一个放逐的就是盲控长在里面，第三局的话其实体现的就不是那么的怎么怎么样了，就是还是完全靠灵魂雕的啊，强力输出和曹老板的强力输出，各种奸雄啊灵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啊，最后一局的话这边我们是一个反贼啊，远位的反贼，反贼的我们这里选了一个蔡夫人啊，蔡夫人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看，
主公披哨啊，这一局我们是反过来是反贼，主公霸道总裁。那边曹丕上来就杀一刀下家左大爷，然后左大爷掉血木镇安邦。可以转危为安。那左慈的话，锁锁连环，这肯定是应该是跳反吧？应该是跳反。但是反贼的话，你挂闪电这个就有点嗖嗖了，有点嗖嗖，看不懂啊，看不懂。这里的话，曹休跳忠臣啊，曹休跳忠臣打左慈一血，然后貂蝉在这里调戏一波，这又是神中了，又是神中。道法自然。那么最后这里的话，这个又去杀曹休什么鬼啊？这是跳内嘛？跳内嘛？还是送那个千居？那么乐不思蜀直接控一波啊！控一波之后的话，甄姬这里又是神中。那么整个的反贼将面而言的话，不是太屌啊，不是太屌。诸葛的话，这肯定是反贼。你可识得此阵？杀一刀，二张的话，那边有大孤阵啊，大孤阵的话，这样弃牌我们还可以直接那个，弃牌的话还可以直接，直言归剑，保窃听啊，直接保窃听。那么这个乐不思蜀就好拼了，二张就赚了，二张就赚了。那么这里注意一下啊，二张给了我们这么多年奴减一加一，这么多神牌在手里。那么我们到时候直接献周给二张啊，那么他可以年奴就直接，而且年奴锦衣甄姬也可以带走，顺手赚羊，甚至这边甄姬的人王就挡不住了，挡不住了。那么主公的神腾甲啊，神腾甲在这边，那么那边一个调戏的话也没什么用啊，那我们这里的话直接顺手赚羊把人王拿过来，最后谢金香九郡图一世之安。那我们这里啊，其实打错了，打错了，当时有点激动，有点激动。这里的话应该来说最好的应该直接塞给老小诸葛，让他一血打甄姬，一血打甄姬之后他可以继续弃牌，弃牌给二张啊，那样的话也不会丢啊，也不会丢。那么还好，还好这里的话甄姬的话这里一刀菊花带走，二张的话到时候啊锦衣年奴挂起来啊，锦衣年奴挂起来，决斗的话带走，那么锦衣年奴挂起来，曹休都可以搞定了，曹休都可以搞定。劝主移行，那么直接两个锦衣都给了出来啊，都给了出来。小诸葛这里说的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刚才确实应该是给他的，这样的话让小诸葛掉了一些啊，我们当时忘了这个掉血只能掉主公和小诸葛，那么这样之后掉主公反而主公肯定送放逐翻面二张，这样的话可能就亏。那么二张这边打了一波傻逼牌啊，打了一波傻逼牌，我们犯二，他紧接着再犯二，再犯二。这里火杀你有什么用？你又带不走曹休啊，这么多杀，这么多杀。那么这里的话关键的一个没能打出来啊，没能打出来，这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这一局的话我们就看到这里啊，后面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曹休大家都满装啊，他们对面啊完全打不出来这个输出了。那么他这里你看啊，木马也不流出去，那直接被我们就搞过来了。那最后在那边的话直接过个拆桥，又是一道菊花，这里就不看了，直接切断。本来啊，这一局当时想的就是啊，献周二张连弩一波走啊，强攻了啊，强攻了。然而二张这里犯二，锦衣自己都不留一个，那没有按我们的剧本走，那就走了一个小刷牌啊，那就降低了观赏性，那么这里就直接掐断了，不播了啊，后面没有必要了，最后还是赢了。好吧，今天这四场捐赠就到这里啊，最后的话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五一快乐。好。